种声语，种种说法方便利，开权先是因根基，信佛众生无差异。今天我们一起来复习习性不同众生欲，种种说法方便利，开权显实应根基，心佛众生无差异的妙音动作，我们要请云师姐来为我们示范。好，习性不同众生欲，我们这边打追逐钱，还有追逐权跟名利的人，种种说法方便利的时候，我们这边打经书，有对治这些种种恶习的方式，开权显实因根基呢，不管是高贵富有的人或者是贫苦的人，针对不同的根基，佛陀的教导就不同，心佛众生无差异，我们打高低收回来，这代表人生而平等，因为人皆有佛性，皆可成佛。无量义经的无量义呢，就是因为众生呢有无量的烦恼，无量的习气，所以佛菩萨才要说无量的法门呢，来对治众生的烦恼。这样的智慧是需要投入在人群中，真正的去与苦难的众生、与各式各样的众生接触之后，才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了解和智慧。但是呢，我们呢虽然还没有说像佛菩萨那样的智慧，只要我们投入有那样的爱心，我们就能找到这样的方法，当下就能做菩萨。众生欲，种种说法方便利，开权显实因根基，信佛众生无差异。